他给孩子认错家长的尴尬瞬间。芒果，你拽的是谁哥？他不是你妈，他不是你妈。爸爸，爸爸在这里。哎，叫谁爸爸呢？现在我家的门前有一条小河。你认识我吗？你认识我吗？你认识我吗？认错人了。周涵，周涵，你是不是认错妈妈了？团团。哎嘿，仔儿。哎哎，你跑口了，你跑口了，哎，不是你妈妈，团团，哎，你跑口了，哎，团团，他不在这儿，他不是妈妈，他不是妈妈，初一，你看到是爸爸吗？你抬头，你抬头看一下。哎呀，笑死了，这不是爸爸吗？哎呀，我不是你妈妈。小哥哥。不是戴眼镜都是你爸爸。爸爸。啊，不是。妈妈，我们有写字班。啊，对。妈妈，救救我，救救我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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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看看是谁呀、啊？爸爸帮你看看，这谁呀、啊？这谁是妈妈吗？妈妈，这是妈妈吗？一把口罩去了，一把口罩去了，是不是妈妈？是不是妈妈？我是不是你妈妈？是不是妈妈，宝贝？哎呀，太可爱了！妈妈，你认错人了！你认错人了！这不是妈妈，你认错人了。你看这是妈妈吗？是。快走吧，不打扰阿姨。哎。穿裤子不小心，真舒服。鸭子，妈妈，妈妈。不好意思，没反应过来。喜欢就点个关注吧。